那今天呢是要来抽这个赛马娘，新的赛马娘呢，它叫做醒目飞鹰、啊、可以说是人权角、啊、为什么是人权角呢？因为今天的早上11点这只马才出，那到下午大概3-4点的时候，我打开来马娘的时候，我遇到的这个竞技场的对手，只要他带着醒目飞鹰的，我本来还想说，哼，这马才出来4小时，你就把它放上来，一定是来送。我点进去，速度1200，力量1200，耐力800。你是上来送的吗？不是，我是上来被揍的，抱歉。啊，那为什么他会这么强呢？主要也是因为你们看到有一行成长率，他的速度成长率是20%，力量成长率是10%，也就是他是小力帽等级的。这马一定是人权马，尤其是泥地马，现在又很缺。泥地马很缺的情况下面，大家都一定会想到那个。好，那我们就来抽幸运天哦，不对，我们就来抽我们的醒目飞鹰吧。啊、哦，幸运天快来了，快来了，真的快来了，再等一下。然后我存了19单，96000的石头在我的这个马娘的账号里面，抽5只不过分吧？五只，我们就目标五只。啊，可能你不知道，我已经抽掉了1单多了。马娘的1单是5000颗石头，每抽33抽就少掉1单，1单大概2360块，把你算好了。完蛋，嗯，谢谢心愿喵我的500，肯定谢谢。来了。我坚信一个道理，这个跟那个赌市明灯一样，我只要每一个石头都说来了，来了，上一次的，好了，不开玩笑了，各位，200抽保底1只，但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停在1只，我们希望200抽能够抽到5只，现在这是第100抽。第100抽，哦，有吧，这个还不专才，我报警了，我跟你讲，转来啦，醒目飞鹰，这个还不专才，报警了，我跟你讲。再转，双彩，我的！我检查一下，哎，难道莫非是传说中的？啊，还好，我还以为他爆开了，哎，那没事，耶！啊，没事，开心的，哪次不开心？不是你们就不知道另外一个故事，这里就是帮我进那个悲伤的背景音乐，拜托。玻璃大逼，对，那种悲伤的音乐。玻璃大逼。哦，然后听我讲一个悲伤的故事。上一池的大镜，我棺材的时候抽的，我抽到3个新的帝王，跟4个新的麦昆。啊，如果你没有看过前一集的话，可能你去看一下前一集，你就知道我的新帝王跟新麦昆都。没错，那我抽完这7只以后才看到大镜，在第190抽的时候抽到了吧，然后我还是再抽了10抽，然后出了皇帝，然后再换了那个，所以整体算下来，还蛮欧的啊，超过3%哎、欸，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提升，然后我就一直看到新的帝王出现，在那一池跟这一池还有那一池一直出现，我后来看到帝王我都会害怕，我现在只要看到帝王，我就他妈 PTSD 就开始跳。心脏开始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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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来了，就这一个，有没有看到 ？Nowhere the rest first 一什么鬼了？就这一个，真必踩！看不懂的英文，那可能是因为我从后面往前念，你才看不懂。你什么意思？你这什么意思？
在三单，我看到十九单在里面呢、欸。啊！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Nowhere rest the first in splash， 来转，第二次完美，他也做三单，可爱，有了两只负三，加保底负二。可以呀、啊，可以，我们好强。你是在爬单吗？冷静，太狠了。最后三十抽了，我们现在两。当你不抱任何期待，而他出现的时候，就像偶像般一样绚烂。你是我的偶像，星云啊，不对，醒目神音啊，不对，醒目飞行，完蛋，真的是不要再乱讲话，待会要出大事。给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讲星云天空的人那个科普一下，因为上一个卡池的时候刚好是星云天空的生日，卡池出的那一天，所以大家都在说啊 ，CY Games 一定会让星云天空在他生日的那一天放出来，结果没有，然后。没关系，那这一卡值一定会出啊，也没有。星云天空这样子藏到现在都还没出，所以大家都、就是啊，下池一定出，就是你就把它当成那个马娘的村镇，马娘的村镇啊，有缘一定出，下次一定出。我想一下，我要十连还是单抽啊？我还缺一只，十连吧，反正对我来说四叶草有用。我从来都不会觉得马娘是一款十抽就可以毕业的游戏。那些什么免费抽到的人，你们等着，以前的地狱只有十八层，未来，记住，等一下我看一下这彩是什么，未来，现代问题用现代科技解决，肯定之后地狱会有第十九层，就是妈的来关你们这些赛卡小王八蛋，操，别人地狱是什么拔舌地狱，还有什么地狱啊？我们地狱有那个赛卡地狱。不是，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你？干，地狱有没有？这个就是第十九层的地狱，景象就长这样。帝王就是地狱来的使者，把你抓回去。我预感来了，最后二十抽。Nope。神鹰两只，神鹰。我们要醒目飞鹰，我们不要蒙眼神鹰好吗？哦，啊，假死了！哎 ，I'm watching you， 有了，两个彩，不贪心，三个，两个好了，一个就好，他门闪越多次，我的妈的，越来越不贪心。Special Week， 请给我全身全领，谢谢。你好丢脸特，是不是不该抽这最后一只？真的哎、欸，少了15000颗石头，最后一只也没出现，还来个蹭饭的。醒目飞鹰，你的对呀、啊。200的时候停，我宛如神机；300的时候，我像个小白痴。干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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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不行，再十抽！我怎么快要400？是不是从190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醒目飞鹰？到底是傻笑？哈？那你372，这他妈不仅都不是，天哪，要报警了欸！这200抽，笑话一场。蹲得越低，跳得越高，跳得越高，摔得越重。拜托，出彩了，就是让我这一次停下来。来吧！
我干你妈垃圾游戏我操可是已经200抽了392单抽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没有忍一时胃痛难耐退一步越想越气151颗我知道很盘明天明明就有免费抽可是干现在输在这边我怎么当个男人失败来滚滚动醒目不应开花完了五星看怎么会第一个锦到第二个锦都没抽到而且越想越气为什么最后一个锦到400都没中我看的好像是我200抽出了一只不是耶是200抽换了一只耶我越想越气耶我他妹抽到老婆你会快乐抽一只保一只抽一只保一只抽一只保一只他输得快还是我钱赚得快抽一只保一只抽一只保一只